说我要求要药两个月的，或者我要求要药费全免，这个好像就过分。这个药物啥的各方面都在那些来回老百姓啥简直都没有。这是他们政府应该给的待遇，知道吧？也是你应该争取的权利。只管去要，只管去争取。不说其他人，光俺家都十来两口人，对我还有这病，还得整着那个，干出事人得怕出事。有时候你慢慢的试着触动他，慢慢试着把他讲一点。嗯，那三你瞧几岁不在的？四岁了，我得花费走的。俺哪知道啊？我哪知道是这病啊？挣的钱都花到这个上面，人家我别的人家人给不给要受点苦。国家还挣了有钱的病啊！这是当官的给咱生的这个相符的病啊。走路不方便，就是艾滋病人。我就想在城里办个家，让我们病友在一块儿，在这个家里没有给家那种或者你心里那种想法，就别人会对你这种歧视啊或者啥。有那时候有这个想法，因为也不想给他们家里增加点麻烦。我又出来找房子找不到，这时候又遇到西北了，西北说跑到这边来住。我这西米户家已经是搬了第四次家，警察他不愿意，就骚扰搬东站还能把我赶走。我今天坐车我就哭了。那你为啥不要出去？以前不。我这不是，我给你做了有啥用呢？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一直被他们这里监视着。而且呢，我做的这些，我只希望我们这些艾滋病人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